最上面一个 bill number。Delivery address 可以吗？上面还有一个 delivery address， 点前面，点，哎，这点不见啊。好，可以。OK， 这时间。回到那个 check match， 可以往下 ，OK match， 回到分析。你就拍张照片好了 ，photo， 无所谓的，随便拍一张。然后 unseal，OK，OK，OK， 然后回到那个 history。最上面一个，就最上面的一个。Yes， OK， 返回，返回，再返回，再到 error， errors， history， 有吗？这个我要添加。没关系的，这个就试一下，就演示一下就可以。对，就不用 submit， 退回去就可以了。OK， 就可以。你试一下。